这边是几个饭店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闻着那个肉香，是我出现了幻觉吗？这边就是动物园岛了，哎呦我操，几经波折呀，我终于找对了，就在前面，但是呢，现在我的状态已经不行了，因为误走了两个岛，现在已经没有劲儿了。